住我个镬煮饭炒菜咯。好冰啊嚿猪肉。喂，镬铲啊，唔该。通常咧，我而家就想做咗呢个锅。主厨，有咩要啊？铺台。呢一对斗气情侣，肥得嚟又可爱嘅叫卡文，另一位盈盈地嘅叫阿 Roy。佢以前其实好瘦，认识咗卡文之后，先开始有啲发福。可惜佢哋系不被看好嘅一对，无论系身形、个性，都被亲友评为南辕北辙。都唔系我，都唔系我自己，都唔系我自己食嘅。嗰时逼过食嘅，嗰时日日煮宵夜，一系就西多士，一系就炸嘢食。食到你阿妈仲话好减肥，有冇讲？我嗰期系因为我做餐厅嗰时咧，成日学到啲新嘢咧。佢系懒叻，点知我而家赢咗佢。因為我飄忽咁話結婚嘅我哋，因為我哋好 surprise 結婚，好多朋友都係話做乜事咁快。卡文同阿 Roy 結咗婚已經四年，卡文一直以嚟都係家庭主婦，平日落街都係買餸煮飯，但行到街上面，途人總係以歧視嘅眼光望住佢肥胖嘅身軀。係啱啱冬天㗎，嗰時秋天嚟咗。之後咧就諗住行去落去街揾人，之後就撞到兩個小朋友，之後就講啲衰嘢咯。我塞住個 hand feed 都聽到嘅，話我好肥啊，之後我鬧佢，佢仲可以扮曬冇嘢，家長又唔理咯，又係由頭望到落腳咁咯，連啲家長都望到，終於冇家教到極點。有時寧願遠啲喺樓下搭車，再出去轉車咯，係啊，想避開啲係啊。即二十歲之前好肥嗰時候，都係覺得冇男朋友啊，冇男性朋友都少咯。瘋狂減肥之後就識咗嗰個，不過就都係唔開心散咯。因為真係試過食到暈咁滯啊，即係乜都唔食嗰啲，之後搞到而家傷曬嗰歲，而家係玻璃肚咯，食少少油嘢就屙咯，依排就。我反而係會覺得我自己襯唔起佢，因為以前我係呢一個懶仔嚟啫嘛，好貪玩噶嘛。以前點樣懶玩或者係點樣去同啲 friend 出去識啲咩女仔？最明顯嗰個比較就係我識阿 Carmen， 佢俾我一個感覺好單純，佢唔會話同你去追求一啲好名貴嘅牌子，佢係好識得去關心人。有時 Carmen 佢得知屋企人唔舒服啊，或者係有啲咩特別事，佢係會好識得去 take care。同我以前喺出面點樣識嗰啲女仔啊，或者都係冇呢個心。見你個銀包有銀紙就結啦，就係 friend 啦。我唔會怪話啲長輩用啲好奇怪、好奇異嘅眼光或者嗰個態度去望我老婆。我知道我自己中意佢啲乜嘢，我了解佢啲乜嘢，已經足夠。我自己一個心態就係諗，我娶緊個老婆係跟我啊，而家跟你咩？就算我個口講話想結婚，即係我假設任何一方個家庭個背後唔支持嘅，我自己個心係會覺得我會揀硬嚟咯。即係非佢不娶，係咪？嗰陣時呢個感覺好強烈，而家都係。都係。卡文话五年前老公求婚最惊喜，但近年一起生活咗之后已经转趋平淡。趁住仲有一个礼拜就生日，佢想搞搞新意思，参加咗大马女装店 My Rose 嘅形象改造计划。店主仲请嚟咗发型师、化妆师帮佢打造新 look， 炮制一个惊喜俾佢老公阿 Roy。結婚嗰陣咧，啲二蛋係邊啊？二蛋。
我都有應該年幾兩年冇驚喜過佢，咁都好耐冇燭光晚餐過喺街度。因為屋企多數都整到燭光晚餐，不過如果喺街度著咁靚嘅衫去出街食飯就應該少咯。希望佢流曬口水咯。會噶，呢只就我嘅。係咪代表你？因為佢中意喺咩方形啊？當我上到去嗰個三寶入去嘅時候，第一時間係認唔到佢。當我再 confirm 再望多一次嘅時候，咦，我太太嚟嘅。我呢幾年間結婚其實係未見過咁樣著嘅，冇話係因為化咗妝之後再中意佢，我反而冇呢個感覺。只不過係個心就會覺得，哦，原來我太太可以識到呢個妝容嘅。之前係咪都介意啲嘢？因為未搬出油塘嗰時候就係狂減，我就介意咗。如果話嗰個太太個身形不斷喺度 keep 住喺度瘦，喺度瘦，但係日日都食唔飽嘅。你為咗個身體貨俾人睇嘅，但係你自己內裏個背後係原來要付出咁大嘅代價，咁我覺得唔值得咯。好似應該係。佢嘈肥我，先又嘈肥埋自己。因為我有時食到差唔多就執佢食。開頭自己冇嗰個心情，即係去善待自己食好啲啊。嗰時冇嘅，嗰時純粹係得嗰個心態，就係不斷係咁工作，係咁工作。但係自從識咗卡門之後，又個心情會釋懷咗少少，變相係多咗同佢去食啲甜品啊，或者係。會多啲去嘗試試唔同嗰啲菜式。卡文同阿 Roy 食饱饭之后去咗散步。呢一次卡文走喺街头，明显比平日自在。只要老公伴喺身旁，佢就会觉得被保护，歧视嘅眼光亦都会随之减少。如果是本身我自己太太佢自己一个嘅话咧，见佢自己女士一个，冇男士喺身边，即系尤其是我太太咁嘅身形，即系容易会有啲唔好听嘅说话会出现咯。佢用咩眼光望我太太嘅时候，我会相然用翻相同嘅方法嚟望翻你转头，自然呢啲人咧就可能会心虚啊。所以有时同佢去街唔理我，照行街咯。我記得有一次佢喺瞞住我嘅，唔話俾我聽嘅。有一日我就收工翻嚟，突然間有個蛋糕，咁耐係未試過有任何一位女性係會為我嘅生日去準備做一啲嘢嘅。因為佢下個禮拜一就生日，係咯，生日。有諗過嘅，即係諗到有啲心思嘅方法，但係驚穿煲啊！最明顯就是我同阿卡文初初拍拖頭嗰兩三個月，俾我一種感覺，佢係好緊張我。嗰時候我係翻兩份工嘅，係因為自己嘅私人嘅原因欠債咗落嚟，變相我就夜晚要翻多份。每一日嘅工作或者鬥心咧，有個原動力都係阿卡文俾我嘅。料都爆，一经苹果独家采用，爆相500蚊，爆片1000蚊，爆得越多奖金越多。记住爆相爆片三宝，全年无忧爆相爆片热线6383-6568，全民齐爆料啦！